这是从哪个袋子里拿出来的，宝贝？啊，这个。哪一个？好，把袋子拿下来。好，袋子放在旁边，然后这个拿着。哇，好漂亮啊、哦！好漂亮啊、哦！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再来一张，一二三，有没有写是谁送的呢？好、嗯，这有没有写是谁送的？有没有卡片？我写。有没有名字啊？我写。哇，好棒的东西哦！这里面有。里面有卡片吗？嗯、这有标签，就这样子没有啦。里面有。没有。都没有写啊。里面。哎，它叫 Sophia。他叫 Sophia 哎、欸、，Sophia 给我的、欸。这个公主叫 Sophia。Sophia 给我的。这不是 Sophia 给你的吧？是。Sophia 给我的。我想打开了。我们先放起来，我们再开下一个啦。我不要，我想现在打开，然后再开下一个。铅笔，有水彩笔，还有橡皮擦，还有小本子，还有贴纸，还有剪刀，还有印章，还有尺，怎么那么棒啊？对啊。好嘞，那你去拿下一个了，宝宝。我现在就想玩了。你去拿下一个，妈妈知道你每个都想玩。这有新包包。对，好，拿着新包包来。一，看看里面什么。二三，看妈妈这里，下一个。反过来。哇，你有新包包了，以后出门就自己带东西，好不好？下一个礼物没有？刷一个。刷一个的，你已经穿在身上了，宝宝。怎么掉下来了？没关系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卡片。这又没有写是谁送的。那我们那个好不好？再拆另外一个。我要用这个把它打开。你可以后退一点吗？不然拍不到你了。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。这是从哪个袋子里拿出来的？这个就没有袋子了。等一下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是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 iPhone。这个是垃圾。里面都是垃圾。好，哎，宝宝，来轻轻的，轻轻的拆，轻轻的拆。里面写谁？这样子拿着，这样子宝宝，看看，看这里，一二三，这是妞妞送给你的耶，你看妞妞做的卡片，宝宝这样拿着，赶快，好，不要动啊，来，不要遮住你，一二三，还有这个宝宝，一二三，看这里。一个包包啦，这么棒啊！一二三，好，你要背起来吗？我不想玩手机。好、啊。不想玩。背起来。不想玩了。背起来先嘛。不要，我不想背。背起来。我不想背。下一个。宝宝真听话，那边想拍个照，回头。好，再拆下一个。你要拆哪一个？这是
放进去了吗？对。你要把它收在盒子里，才不会搞丢啊。没有，要收到那个袋子里。好嘞，那你把盒子放在一起收到袋子，这全部都是一组的。因为我怕这个上面都磨掉。袋子是谁送给你的？是妞妞送给你的，好可爱哦！我是妞妞的好朋友啊。是啊，你跟妞，哈哈哈哈 ，tea set 嘞，下午茶，嘿，是下午茶嘞。我这也是下午茶的杯子。哎，不开不开不开，你先这样子拿着，妈妈先给你照相先。是假的。要自己做的，来，卡片打开，看是谁送给你的。你上面有写酒窝嘞。对，那是说这是给你的。Lots of fun. Oh, Erin. 他的 Erin 是不是？对。好，你拿着。Erin 送给你的宝宝，来，妈妈看看。不要动，宝宝，不要动。下一个吗？再开下一个吧。哦，这要自己涂颜色的、啊。好嘞，下一个。那我就要自己涂颜色。对啊，它是劳作啊。好多故事书。这个袋子里的吗？这个袋子是谁送的？哇，有这么多东西啊！上面有没有写名字？看 ，Sophia， 这是 Sophia 送的。来，宝宝你呢？好了，拿着这个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，哇，照相机耶，真棒！还有书，送你这么多东西。乖哦 ，Sophia。Sophia 对你真好，她是你的好朋友吗？对。啊，好嘞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看这里，一、二、三。下一个，一、二、三，笑、哦。看这里，你没有看着镜头，要停住。那你要这样拿着吗？对。Barbie 来，这样拿着。要吗？这样拿着，妈妈才知道是尺寸。她看名字，名字写在这里。对，这里有 Sophia。好，别动。
你要看着我啊，宝宝，你去哪里？